係有啊有啊，每一晚都有追佢嘅節目啊。咁但係我越追佢節目咧，我就越心驚膽跳。即係佢同我講佢拍緊嘅時候，亦都冇遇到咁多危險嘅事嘅。當然佢都會講翻我聽發生過啲乜嘢，但係。是看呢個節目先知道，即係哦，好多時候原來佢哋喺附近都已經有啲槍擊啊，當然就冇拍到出嚟啦。咁都有一啲 crew 係直情係親歷其境，係遇到槍即係槍戰啊咁樣。咁我就發覺好多人問我：喂，你做咩過去啊？係喎，雖然佢好中意做呢類節目，但係其實我真係要顧住佢嘅安全，即係佢當然佢自己投入咗嘅時候，佢唔會覺得危險噶啦，佢會覺得哇，好似戰地記者咁樣，我要想報道呢樣嘢，想報道嗰樣嘢，但係其實我都擔心佢嘅安全嘅，咁所以即係下次如果佢再飛去拍旅遊節目嘅時候咧，我一定要清楚佢去咩地方，最好咧我就做埋私人保鏢過去保護佢咧，咁我可以俾佢拍攬就。佢除咗即係危險之外咧，今次係監製啊。其實今次是第一次做監製嘅，咁我都為佢開心嘅，因為佢可以即係自己多啲參與喺成個拍攝嘅過程啊，有啲乜嘢嘅要同唔要啊，同埋用佢嘅即係佢嘅眼去睇成個哥倫比亞或者好多唔同嘅地方，即係呢幾個地方啊，咁我覺得很好好，同埋佢今次呢一個監製係帶住四個即係。J2 的男生啦，咁一齊去教佢哋點樣去做一個節目主持啦。咁我覺得呢個節目除咗可以睇當地嘅環境各方面嘅嘢，一啲落後貧窮嘅地方係點之外，亦都睇到佢點樣去 train 一啲新人。咁我覺得呢個節目有幾個睇頭咯。咁佢而家做咗監製咧，會唔會控制你多啲啊？即係控制咗。咁我希望可以勾撈啦，當然啊，黃監製，如果你下一次有啲乜嘢 job 可以。可以隨時找我的，我很有空的。